都喝起来啊，这么贵啊？有啊，没有？黑胡椒鸡腿堡，黑胡椒猪排，来两百块来，一礼拜来收钱来交钱来，两支来三支来四支来五支来六支来七支来八支来，多好吃哦！到几十支哦，一支准备十块五箱哦，九箱啊！这上面两支新年快乐！一个人拿十二支，一千一千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来，今年来四支来六支来，来八支来。来十几来，十二几来，两百了，两百，天天卖两百，我十个鸟，我收八头，今年有收钱爱花钱嘞。过来买只收嘞，买只收嘞。再过年哦，等一下哈，来三几，来四几，来五几，来六几，七几，八几，九几，十几条，买袂使收啦，袂使收，袂使收，你遐袂好面交人，你搁收，你要爱退予人。十二几啦，来两百过来，来三百块了。十二只一个人，十二只啊！四只，我看不起啦，大只哦。哎，有条子，不贵耶，两个人嘞。哎，十二只，哎，有一个十只的，什么人？你该算一下，有一个我订十只给你，然后减算两只给你。有客的，已经客啊，已经客啊，订十只。那你有靠哩？我订个两只。十只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算一下伤紧，有当时还漏交啊。哎，十二只较对啦。对哦。要不要客啊？对啊，好对，哦，我足少咧生活诶。好，我知。有客气拢客气，有客气拢客气，唔免烦恼。诶，我把帅哥先按啦。来十几单了，来十二支哦。十二十几多啦，未十几支，你讲我话咧。来七支。来十二支。来加几排，这边都有人要看着哦。这边啦，我这边啦，来啦，哦，来一千的，这边无啊，你是下班啦、啊、你，来三百块的给你买，还没拿到的，来一千的，来两百五百，这边我买这边，来六支，七支，来十支，来十二支，来两百块，这样都拿到了哈、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拿到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乱啊！这上海没我有啊，我有，我以为没钱。还是要乱喝嘛？我你以前去吃一支烟了嘛？我歹势，有够加水你等我者。但是不是这啊？等我者，我再给你个车船。哦，够够的，够我加水足济。来，阿妹吃这个八斗子啦哈，哪里讲八斗子？八斗子一堆。一条完结没有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歹势。我玩钢琴，我未做。来，来千张，哦，千张蟹味海鲜饼，这新产品哦，好吃哦。来，只有几个客人，我想想看，我六千八人给你，来，我吃两百块。来，海鲜饼两百，八个客人而已哦，赶快哦，这个料超多的呢。这真正袂输你新鲜的鱼啊，要吃饼，吃海鲜饼啊呢。来两百块米糕卖完了，米糕也没有。啊，第四点，四点也是也是两张的。我来主角那。啊，这两块上面等于再来两百多，千张海鲜饼来去，两百多千张蟹味海鲜饼，还公转饼，来两百块来好吃，真正料足高的。来两百块来去，两条你来，三条你来，四条你来，五条。第一关的虾饼更好吃，本来我不能这样讲，可是这是事实。来两百块来。两百块拢我哦，两个买哦，真啊假啊？你吃到你会讲哦，这赞呢？哦，这个物件我做你可有来四包，四块五块六块来两百喽，两百块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好，都卖完，那后尾收就得了。真正好吃，我唔爱骗啦，你到你去转来买啦。但是这么常常有啦啊，来五块来六块，你来三百，来两百喽，两百块来千张海鲜饼来两百块喽。来三条，来四条，五条，来来六条，来六块了嘞。来，大姐你好，你要一份吗？来，爸爸。我、哦、还没有找钱，我、哦、不用找了，谢谢你，我不来找了，谢谢。那，小哥啊，我未调开，等我者，你也现调了哈，阿姨。主角三百的吗？好来。三百给我。无啊吗？三百啦。谁啊？大哥。等一条两百，阿伯条。你该什么？我啦。
来，阿哥来要卖啥？鲍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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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，九月礼拜全国发货了呢。客人给的啊。大家不买就给你摆个冰箱啊。这个呢？来一个。好不好？把我们假设的这个叫做纽奥良鸡腿排，比刚才那个鸡腿排还要大只哦。来，一人一份，来200块来。冷巴肉。小白箱还有吗？来，纽奥良鸡腿。还有。来，冷巴。还好，你这个时间来，大概有一半的东西都还有。哎，早点了，因为过年哦，大家都比较早来。来三个。来两把龙虾呗。来三个。来两只来，三只来，四只来，一大只哦。来六只哦，你等下哦。来500的。来十只哦，你来过来，来两把龙。牛二两只来排，来牛二两只来排，来飞机，来十只哦，你来两把来，200块来，200块。我加个几嘞？来十只哦，你来两把，你牛二两只来排，不会太紧的哈。来200块了，两号两斤品牌来两百来，来做人无买着无，赶紧来赶紧200块。这无贵啦，真正的真正好吃的呢，气炸锅用烤的都好吃。来十斤，来200块，另外一种会辣，这个不会辣，这个是牛二两口味，牛二两口味的鸡，牛二两口味的鸡，好的，有没有？来五斤，来十斤来。来牛二两鸡腿来给我开路了，千万找老爸，来老伯去，来1000的，来十斤，来两个的，好啊，卖收钱啊，卖收钱啊，物件关票他都难听，有搞他难听，来1000的两份吗？对对对，来600，对对对，来1000的回来下，加了，哇，1000的回来，做好加，你要一笔加，加，哎，搞，做冰箱好不好？哎，海鲜饼，来上门给了。来六支，来十支牛二两支队，来拢看下未？牛二两支队，买枪，白虾，白虾，我看见微微啊。来冷巴拢看嘞，牛二两支队都拿到了吗？我没有了呢，最后一箱了呢。都没了，牛二两支队。好了，谢谢。哦，这边给那边三分四分的拢过来哦。来，哎，准备了，来黑哥来。哦，阿包也有哦，阿姐也有哦，哇，杀不到一半还好，来黑根的来了，漂亮虾饼够，有哦，有包给出来，来200块来，今天要吃黑根的200，虾卷现在在卖虾卷，不是虾饼，是虾卷，来200块来，他多要一份就好哦，来200块来，你从哪里来？加两个叫我来，我包加你。来黑根冷巴，来虾卷200块来，黑根冷巴过来，进来动作快啊！三个，来冷巴过来，我来弄。来五百，来黑根冷巴过来，我未到，阿大姐小姐催你呢。哎呦，来黑根冷巴，我想他妈是倒位，200块，阿大姐走的时阵哦，卡无伫涂骹。来冷巴了。这么飞旋，因为超多卖，还黑给冷巴了，所以白天不要紧，冷巴过来，还超多卖，只有大兵给你赶快，兵给嘛是超多卖，来冷巴过来，16条，我没有数给你们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袂减毛的，哦，一人起给，我有人起给，来左光虾卷200块，来三百块着，秋江的黑更冷巴过来，今天13条。来16条一斤来，200块来，200块。大家。秋江的黑更哈，来再卡紧的哈，来200块来，来16恁来，来10条恁来，来8条，来10条几个，秋都无遐大，13条，来16条来，虾卷都拿到了吼。个人没看见我。来200块袂卡紧的来，秋江的黑更来200。手工虾卷来，今天9条。今日13条，16条来200，手工虾卷来，大哥前面大哥要来，赶快！哦，你卖光兵被挂啦，你这连一料都没料呀！还有啊，还有吗？还跟200，还有2箱，2箱。谁问的？你叫他买2箱。他问的，再买2箱。哦，干杯！哦，来9条。他问的，你想喝啥呢？9条来，11条。11条来，14条来，最后一条给200。
就到了。来，六个人骗啊，来200块啊，月亮虾饼6个而已。阿良，再来，姐姐娘，你姐姐娘。走啊，一起回来。4个。好，顺利点，走啊。拿1000的，来。来，到你。对，有本对。哇，这样有够，这样有够控制嘛。哦，这厉害。这够控制是嘛？因为我较早专门读心理科的，做够控制的。你有没有买到？上台到后面这辆车。哇，你这坑呀，细坑啊，我躲。来，谁的拿东西？这回你。来，200喽。来，谁的拿东西？谁没拿到这边？来，谁的？好，来，大哥来。我大哥。我还没给你钱呢、啊、来啦，给你下拖卡啦，大哥，我下拖卡先准备，你去差佬差佬处理来，干杯来，较侪箱给我的，干杯，较侪箱给我的，这样袂过瘾。白虾啦，白虾。哦，白虾几箱哦，快来。这不是的哦，这不是煮的哦，哈、哦，这是正干杯哦，哈、哦，来，有想要吃的来，当然较贵啊，啊，一包拿好啊，好、哦、来。有要吃干贝，动作快啊！眼前画画的来上行啊！你是要1000元标的、啊？来1000，没，这两天1300，没1000，没900、800，来500块，小头前面来，干贝来500块，来拿钱，赶快拿钱，来500块，干贝要500块，到了，来500块，要吃干贝，不行，不行，要给钱，来啊！来收房。哎，我跪到你安尼望咧，我唔知要哀呀，是要吐咧。哈哈，哎呀，不要更加得了啦！啊，你这边边在房价，我来我来五个，我来五个，我来五个，拿钱，等下拿东西。还没找。来，先找钱，先找钱。还没找，你们不先找啦？你想不想找啊？不想找啊？不够啊！啊！多少钱啊？哦。你听下听下，我有一刚刚大声，大家拢大声的。收声啊！来1000诶！哎，下来。1000诶，4个。哦，够遐济啦。够了哦。够遐济啦吗？11个要好来，要过了。两天对不对？这天是加上面的，来宾掌声鼓励。我搞不来上。来个几拜来宾，掌声鼓励！动啦，来了，发飞了，来，再见！发火得了，发火得了，新年快乐了，我们要弄啊！2盒500真的很便宜了哦，2盒500，因为它是大颗的，它不是小颗的，来，发飞，新年快乐！来，干杯，我爸后来，有，都拿得到，不用开心，哦，都给掉。停！那么会烧哦。好，先这样。等一下哈，没有买到的你不用担心，还会有的哦，不要担心啊。可是人家拿钱，我要先给人家，不是不收钱啊。哎，这天让人休息，后面等开始。啊，帮你拿。来，上到官流来。人家都没有拿到，拿东西。来，我给钱不官流来。给钱不官流哟。有给钱不看到了？我这边都没有拿到。有啊，没有哦。我这边都还没有拿到。哦，还没有拿到。还有几个？还有谁拿钱没拿到？我两个，那刚刚好了，不要再收了，拜托。多好，新加坡设备。来，不客气，赶紧来，大客啊，我台湾人请客好了。啊，你要吃蛤蟆的哈、哦，零钱准备好哈、啊。来，小香肠刚才谁买的？来，姐姐来，大哥来，小香肠上辈，小香肠。来，还谁？来，五辈，来，麻烦你起来啊，瓜姐哈，来，小香肠，小香肠上头关掉，小香肠，谁没有拿到小？谁要买小香肠？没有拿到的，都有拿到的吗？来，去办公室去办。来来，交给 K 啊。好啊，来要吃蛤蟆，来吃你有没有？快讲哦，我今过年是无时间啊，我这听着。一脚，对吧？对，我都要吃。你几多？阿爸嘛。我包一个，你别买啊。先几包了，好。
几包好用来。哦，好啊。好，来，有要吃蛤蟆，唔免一包，来五十块来，大粒了，五十块来蛤蟆五十，蛤蟆五十块。今日今日要收八个人，今日好来蛤蟆五十。我大，今晚困醒哦。我是什么？我正常困啦。来后边，来五十拢有啊，这一百刀。来有啊吼。来，谢谢，来五十块拢买掉呗。有啊吼。来五百的找四百五。来四百五，五百的谁拿的？五百的。五百买蛤蟆一下。上给五百买蛤蟆。上给五百刀买蛤蟆啊，上啊。你要管我啊！你爱起名就姓啊！我刚才刚写上啊！哇，感谢陈先生的450块啊！你好。哎哎。好，我传播起来。大哥，我就把大哥接蛋十万，他接我爸呗。再给你。那你要挂传播挂上，他叫你啊。够完没有？17个，17个喝了。都要喝啦，拢欢迎啦。安尼再无阿妈，我你吃啊。热口，除了无买着白，他都想讲要食白青嘛。那个500块钱爱找你呢。丢。我刚没当听。没事，怪得我狗脸。过来啦，来，我要吃热口的来。那位大娘，阿妈，你两个是对，就来话，不来我不叫热口人，两个开始要发人，有啉茶的，我是咪叫咩？通灵也通灵，你问我什么啦？哦，我那果客起来，两个不要听那里头咧。你看到这顶棍呀？这是顶棍。来，有要吃热果的来，300块，买啦哈，大家都买得到。只有17条，17个客人，来100块，来100块哟。笑呀，这热果100块要三倍啊，普通的呢，有摆煮的呢，不是阿萨不如的呢。不是五分钱的呢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了，不拿钱就没有了啦。来1000的是谁的？都这100块都贵了。来，快点上哦。你家己伊个官网看，1包100，我1包100。6个。小王，我来领。来热锅了。来，现在热锅黑豆。黑豆嘛吼。黑豆。哦，好棒哦。我大量去贵。来黑豆100，来上客来。来大哥来。黑豆上客，黑豆100块，要我包呢。对你啊，大米做的那些线就做而已。来热锅100拢有啊，我你要几个背包给我啊？你拿100都有啊。好啦，热锅拢卖了啊。啊，浪费时间卖热锅，你看。我这边看起来啊，你这门卡到好。你别安尼对台币金咩呀？伊粉丝多些呢。哇，我来一下，你好呀。哎，公鱼沉下一条啊，都在给你。带回去啊，刚套回来，还有鱼脚嘞。龙吉啊，哦，鱼翅跟那个花雕酱拢好开啦。你来我的身边，我刚才。来，小白象哦。你客气。这太舒服了。来，白鲳鱼来300块来。白青小白鲳啊，无啊，剩只尔。来一个。来五个尔，你睇好了哦。特别要清蒸，要干煎，来300。不要300了，赶快五个人去啦，来200了。200块。阿爸还毛开哦。来小白鲳200，五个客人。200。来最后2位，小白鲳200块，拢过去了哦。最后2位来，后边大哥回来。阿你剩只尔小白鲳，都炒好了，都炒好了，回去清蒸、干煎都好吃。5个客人，这一包都给你们了。阿妹妹小白鲳鱼啊，去200块最后一个人给了不啊？五个人给了包完。什么鱼饺200碗那个啥？你讲啥？200碗，我这样讲，你今天。包鱼饺，我告诉。很好，你别讲话呀！啊！哎呦呦呦！大鱼饺变200，鱼饺200块来。来200。好了，等我一下了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来200块，我让给这个。你们三个。最后2位，最后1位鱼饺，200块，最后谁让给？来，过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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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